你好。不会吧？这么多条直接拉满？不行！阿月，千雯，你在干什么？哇，顾寻，好巧啊！顾寻，顾寻，顾寻，你可以扶一下我吗？不是人格分裂吗？他明明就不喜欢我，还要拼命往让我，他就不愿意温柔一点拒绝我吗？喂，你给我出来！孽缘、孽债、孽障。我想跟你道歉。滚！在公司我们就是普通同事，下班了之后我们就当对方死了。我帮你啊。不要！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。顾璇，你这个大坏蛋！砸的力道挺大的，休锁！哎呀，你别吵了，我这个锁还要检查呀。你也不必如此吧。原来他是这一套。顾寻的睫毛也太长了吧？啊，我这个锁是把你修好了，钱我就不收了。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。